请开始你们的表演。今天来到笑里相迎啊，心里非常的高兴。那是啊。为什么呢？嗯，因为我们哥俩就是从天津走出去的相声演员。没错，打2014年在中国北方曲艺学校毕业之后呢，嗯，大概应该有5年没有在天津演过出了。啊，今儿算是头一回回来。接下来呢，由我一个人为朋友们来一段绕口令，谢谢各位，谢谢。干什么？您这还给鼓掌呢？啊，咱哥俩一块儿回来的。对啊，你一个人给大伙儿表演绕口令，你跟我比不了啊。你说什么？你跟我比不了，不就绕口令吗？怎么呢？基本功这有什么呢？各位啊，我告诉你，董娇啊，说但凡你能说的我都能说。我能说你就能说呀。没错，听我这绕口令。哪个？噗喷噗了噗了来。带磨鸡小磨鸡磨鸡磨鸡老磨鸡磨鸡吃葡萄来。对不起啊各位，那个这个演员的这个敌敌畏喝多了，所以说呢脑子不太好使。你拿这当饮料吧你。这是绕口令吗？你来不了啊。你这不给我使坏门吗？没这意思啊。门吗？啊，我现在坐这儿特别踏实了。你要真有能力。哎嘿，这你们在这儿演还流汗啊？这小伙怎么还出汗呢？紧张吧。行啊，我告诉你董娇啊，怎么着？你要真有能耐，嗯，别让我跟你学。什么意思？你敢跟我学吗？我有什么不敢的呀？得学的一模一样啊。你随便来，可以是吗？来吧，听我这个啊，来说，嗯，走，走，走，不是，哎，说，行了，嘿好，嘿好，嘿嘿嘿，好，可以，哎，不是，找这个猝死的感觉。你着急回家去是怎么着？我告诉你就不像话。什么叫猝死的感觉？绕口令我可以跟你学。什么意思？前提你得说清楚了。说清楚。嗯，吓死你。哎呦，还吓死我？吓死你。求死。哎，你等我。我等着呢。等我，我吓死你。咱大伙儿听听啊，听这个绕口令。怕不怕？你吓唬我干嘛呀？什么意思？您得说这个词儿吓着我。说这词儿我照样吓你一跳。我听着呢。注意了啊，嗯，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对，说里头递了5斤塔嘛，大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头憋着个喇叭，递了塔嘛，喇嘛了塔嘛，换憋喇叭哑巴那个喇叭，憋喇叭哑巴塔，憋喇叭哑巴也憋喇叭哑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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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OK。OK OK， 这还是个外国哑巴，害怕吗？真讨厌，就一个外国人，没听见大伙这笑话你呢？你是不是不给我留台阶下呀？你是不是？行了吧，就您这个水平还说绕口令呢？什么意思呀？各位，我说一个行吗？您还真听他说，哎，我听你什么水平？来，我告诉你，董娇啊，就我说这个绕口令，甭说你不会，啊，来比赛的各位朋友们哪个也说不了。我天，我们这么多演员都说不了，嘴皮就这么利索。我听你什么意思？听我这个，来吧，说，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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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扑。我说完了吗？你也会，我也会。坏了，外国有人都会。我说完了吗？我这还有更难的呢，蹦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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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扑。跑跑了这个冰了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标了冰了冰了碰标了冰了啪了这个碰碰碰哎就是这个哎不是这个不是这个白哎要不咱俩下去吧。不是，我也想下去，没到点儿呢还。你说你这吭哧半天你也说不上来，你老跟我比什么劲？你老我跟你比呢？你不就跟我比吗？你废话，我刚刚说一个不就过去了吗？你这硬给我抬杠，我后面我可不那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我可不这样了吗？我啊，申方圆，干嘛呀？你真行啊！你是什么意思？非得跟我比是吗？比比，我再说一个，你说不上来。你说一个，我记。听这个啊，来，正月里正月正姐面人去逛灯，大姑娘名叫粉红女，二姑娘名叫女粉红，粉红女穿着一件粉红袄，女粉红穿着一件袄粉红，女粉红撕了粉红女的粉红袄，粉红女扯了女粉红的袄粉红，粉红女反缝缝缝粉红袄，女粉红缝反缝缝缝缝女粉红，什么？女粉红说 OK， 又来了你。谢谢两位的精彩表演啊。